来看看这个好的啊，东西很不错啊，皇家绿啊，哇，这么厚的话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点小裂纹啊，可以切个牌子的，牌子的话可以切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加五个牌子了，对不对？五个牌子了，啊，东西是很漂亮的。老磊，这个10个亿啊？10个亿啊？哦妈嘞，10个亿，斤斤多少啊？斤斤10个亿多啊？斤斤在10个亿啊？对。哦。十个亿啊，十个亿是相当于说300多万人民币了。走吧，走去别的地方看一下。啊，还有这地方，这里啊，这里有几个好东西啊，这里有几个好东西。这里也是皇家绿切出来的牌子啊，都是大厚的牌子啊。啊，将近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啊，六个牌子。啊，不拉了，这个。这得8000。啊？这得8000。8000万。叫价。哦，买叫价。零零多少啊？零零五千了嘛。零零五千万，我说1000万左右不行吗？这五六个啊，太冤了。1500万都没机会吗？对，那给个多少？给个2500。给个2500了，2500万相当于2000万，就是差不多6万多了。2000，相当于这个要打到1万5000人民币一块了啊，价格有点猛啊。皇家绿的料子现在确实价格高一些啊，来到国内的话，可能这种牌子可能要个啊，大家觉得在国内的话能值个2万3万吗？哈哈，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里有个飘花的料子，这个也是一个达玛坎的飘花的料子，看没有？这个料子裂纹倒是少了哈，就是微微肿啊，微微粗了一点点，啊，微微粗了一点点，啊，但这个手镯打不了啊，这边上薄，看见没有？这边上薄，嗯，这打不了。可能这里只能做打一个啊，所以缅甸人画的这个地方，他不一定能打手镯的，大家还是要注意看这个东西啊，可能只能中间打一个手镯这个样子。欢迎我打新哥啊，打新哥，颜色偏灰了一点啊。哦，这块颜色倒是很清爽，看见没有？这一块颜色是比较清爽的啊，种子稍微嫩一点点。啊，水都不错，水都不错哦。这个料子也是一样的啊。打手镯的话，可能只能打叮当镯了。最主要还是在那一片大的上面，对，那片大的。啊，这个不拿了，这个。哦，8000万了吧？啊？8000万，8000万。造价吧，老板。哦，妈的，叫价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打手镯的话，可能打个。红中抽一个。啊。手镯可以，总嫩呐，一七刀、两刀、三刀、四刀左右啊，可能也只打4个手镯了，对不对？4个手镯了，嗯，500左右不行啊？啊，那多少嘛？难道老板3000嘛？封了啊？啊？3000了嘛？3000要封啊？1500、1800，等一下给你。天天给。嗯。哇，1500、1800，天天给。等一下给。啊，四个手镯。这种手镯的话，可能打了1万左右，一个就4万啊，可能啊、确实也差不多是2000万左右啊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个料子牛逼啊！但是一看这个，啊，拿的手重量不对啊，那不是翡翠哈、啊，不是翡翠啊，它那个可能是水墨玉啊，水墨玉，嗯、啊，拿的一手上比较轻。还有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翡翠的话，它是多晶体结构啊，你看它这个的话，它这个。晶体的话它比较单一
啊、哦，比较单一。打灯的话，它是有点闷闷的啊，所以的话，可惜啊，还以为是个翡翠的。哇，这两个漂亮，这两个大章子漂亮啊，油青底的啊，是可以做大章子啊，打手镯的。哇，这个地方水是画底了啊，这个是水路来的，这条水路是画底了，这旁边的话都是没什么用啊，太浪费了啊，就这一朵比较好。所以玩翡翠的话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玩这个水路啊，玩水路。不拉脸这一块不拉脸啊啊，两个亿啊，哦妈嘞，两个亿啊，那就没法子去整了啊，两个亿啊。这下面你看没什么东西啊，下面没什么东西，而且这个地方脏脏的啊，所以这个风险就大了。这个地方到底下去多深呢，对吧，这个风险就大了，两个亿的话就没法还价了啊，没法还价了。哎，这里两个绿色的手镯了嘛，这带色带的绿色的手镯，看没，豆底的啊，豆底的一个手镯料，对吧，但是这里有这个色带子啊，有色带子，木纳敞口的。哇，一条两条可以打好多条手镯的，像这种啊手镯的话，可能啊人民币的话可能也在个大千数啊，是八千到一万之间，因为它主要有这个色带啊，有这个色带，总是稍微粗了一点点啊，总是稍微粗了一点点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些地方你看有这种苍蝇刺啊，有这种苍蝇刺，对吧，总的微微的粗了一点点。像这种啊，你看这就更差一些啊，它的苍蝇刺啊更加的明显，对吧，它的种子就更差一些。旁边这个地方你看，这个是猫水啊，就是浸染过的，我氧化过的猫水，这个猫水的话是不漂亮啊，颜色比较丑，对吧。嗯，可以关着了。那八点多钟了，马上里面的内场要开了啊，我们这边就不看了，我们去带大家去那里面逛一下吧。那里面的东西差一些，但是能捡到漏，对吧，我们继续到里面看一下。